方案呢是上面上胶啊，用滚轮上胶，或者是用喷胶上胶都可以的。就这里直接喷一条，这里喷一条，或者是滚轮上胶啊。然后呢，它在这边 CD 翻板盖过来，盖过来以后，再是这样折过来，这样折过来，完成。这个有两种工艺，第一种工艺呢，等于说是这样折过来，这样折过来，然后直接这样盖过去。像这样做的话，要求什么呢？就是说要求喷胶，哦，要四把喷胶，四把枪，因为这边是斜边的话，它这里要打两条，这里打两条，所以要四把。四把枪，这样做，这是第一种。